教你如何清洗过滤棉。首先，我们要需要把水烧开，然后将过滤棉从口袋上摘下来，放入热水中进行清洗。这样既可以洗掉灰尘，又可以杀死细菌。如果过滤棉非常脏，并且洗不干净的话，建议大家还是把它丢掉比较好。普通的过滤棉呢，通常都是一次性的，而且上面如果灰尘很多的话，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。不过这种过滤棉通常也很便宜，过滤效果一般，好处就是在于用完可以直接丢掉，也不会让人心疼，就不需要再人工清洗，比较省事。